解释一下啊，你看啊，哆，哆 major seven， 哆 seven， 经常发，常用的，哆，哆 major seven， 哆 seven， 经常发。都 seven 发，然后都拉 re 手，再一遍。是哆咪发嗦，我今天弹两个，一次用 major seven， 一次用 minor seven， 大家看一下，威力就差很多。刚刚是用哆 major seven 的 minor seven， 现在用 major seven。有没有感觉上不一样？第一次用哆拉瑞手，第二次用哆拉降 B 来手，听听看。第二次我用这个哆拉降 B 啊代用，味道不一样。这边很好听吧？对。不用那个 Dorian， 我这次结尾是用 Do Major Seven， 用 Do Major Seven， 但是 Do Major Seven 有个代用和弦是用 G 和弦来代用，所以我弹的时候是 G 和弦，用停在 C 上面，很好，味道不一样，你要再看一遍。弹两次，一次 Dorian 结尾，一次用 Do Major Seven 结尾。这是 Dorian。味道不一样。
哈哈哈哈。